洗衣机的时候啊，打开，开，哇，放心了，放心了，哎呦，我他妈真的，我的手都在发抖，我操，马上了，马上了，马上了，大家好。欢迎来到老梁寻粹翡翠交流频道，这期给大家分享一个小七位数暴涨至八位数的实战切盘笔记，这是跟随师傅见证的第十块翡翠原石。咱们看的水石，它这个色的走向了，这里一条，这里一条，这里应该是这里卡，这里是通的一条色，包括这里卡这里，它是一个斜进去的一个这样子斜进去的一个色位。要我们为什么买它呢？因为我们觉得它里面会跨，这东西切出来就是做蛋面的。如果按照自己判断的没错的话，这石头应该有个千多万切出来。它一个那个特写，然后等一下就直接撸它两针，就直接中间一刀剁它。水石肉细水长，一般基础种植较好，但是这个料子的黄无层偏深褐色，铁元素超标，氧化作用下会导致底障偏灰，好在色底不受影响。种好的料子五层都偏薄，这块料子看似是黄家绿，黄雾也就是黄翡的利用率很低，机会点全部聚焦在数量上。至于风险，师傅说水石裂多是通病，它会阻隔色路进去的方向和数量。七位数的买货价，机会成本较大，稳妥起见，师傅还是先选择擦开皮上的颜色，确定色的底障情况。质量太高了，我要慢慢来，你看多纯。为了给接下来下刀多增加一点信心，此时还需要进一步往边上拱，印证最开始对色路走向的判断以及色底整体变化是否一致。那现在把这坨白捅掉了之后，这样打灯，这个色是在这里面，这里是没有的，这里面两条，但现在看的是两条路子嘛，看往这里面冲，看能不能两条连在一起，因为这样子打灯这样子是没有的，这里是有的，这里跟这里是连在一起一包的，它为什么中间分出来变成感觉像两条呢？但按照我自己的怀疑，它只是一个就是一个弯位。我们现在开始就从这里探往这边探，探过来看看这一大片是不是连在一起的。按照我分析的话，这一片连在这里两条连在一起的几率是很大的。哇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一片连起来的机会是很大的，因为它这里已经成了一包，你包括这下面都是一个道理，我怀疑真的是有可能是这样子一包。你看斜不斜过去嘛？那到了这里我就不敢再往这边压了，因为这边的话它是有裂吃进去，但这个已经是很好的色，很好的釉了，这个不能浪费，下掉这一层。哦，诶，不是这个角啊，这边这个角。对，下刀下刀，你开灯画线。为了不伤料，师傅第一刀下刀的位置比较保守，选在色路边缘的位置。惊喜来了！哦，满呢？我操！开头说黄五层偏深会导致底障偏灰，一眼看上去以为是满色，差点闪了师傅老腰。没切到肉啊，这边是皮。它这个色是在这一包，所以这里是色头了，这里是色尾了。你看，过惊喜的是色路边缘已经有下去的迹象，接下来的主位下刀大概率不会出现什么意外。下这一刀不？这样下刀还是这样下刀？这里这条色是往这里冲，连这里的，包括这个，所以下刀应该是这个，这一刀下去应该是看不到多大的东西。师傅权衡利弊，还是遵循不伤料的原则，选择顺裂下。接着这道裂，这个机子我看看够不够过。顶到这，应该是可以的。切片。开，我手抖，满，我手抖了，哦，这个错，爆了，哎，哇，换新了，换新了，这，主要是这才是主力，这个是尾巴，劝紧了，这个是尾巴，哇，
这个是尾巴新在这里面的，你看，哇，我靠，从哪进来？哎呦，我他妈的，我的手都在发抖，我心都在发抖。这里有里面有盗猎，看到了没？手什么镯啊？哪里有手镯啊？颜色甜甜的，就是底有点灰，但是颜色那里一切出颜色来就不是这么一回事。姐姐，好，拜拜。好，大涨大涨大涨。嗯，三分经验还是要靠七分的运气啊，这石头这东西啊。过来，开牌了。啊，进了进了。其实呢，色料蛋面再这样子切着，你这样看上去很丑，看不到多少钱是吧？但是你要看这种毛，这种水，这一条呢往这里冲，像这里这样宽开了之后，做到大的话一颗就是大一了嘛。由于怕伤肉，切的都是有裂的部位，并没有在色最宽最好的位置下刀，但是料子是名副其实长了，只是由于种水部分底灰的缘故，在光下影响色的视觉效果呈现，单独将色剥离出来看，相信会惊艳到各位看官。另外，种水部分虽然底灰，好在种较好，后期是可以借底利用的。师傅此次少有的不淡定，是因为多年的材料起货经验，对这份材料成品效果了然于胸，内心难掩激动之情。希望材料后续的起货可以追溯到视频素材。我师傅是老梁，下期再见。